珠海首家专业商事调解机构横琴新区国众民商事调解中心在横琴正式揭牌。珠海市副市长史明峰、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川、副主任邹化等嘉宾出席揭牌仪式。近年来，随着市场法治环境的日益完善，商事调解逐步进入建设发展轨道。横琴新区国众民商事调解中心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法律服务机构，拥有一支熟悉国际、国内商事法律事务的法律专家团队，能为境内外企业提供快捷、高效、经济、灵活的纠纷调解服务。目前，该中心调解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贸易、投资、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房地产、工程承包、保险等领域的各类合同纠纷。作为珠海首家以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设立的商事调解中心，也填补了珠海市商事调解无专业机构的空白。